감사합니다. 我宣布，纪念一代宗师陈新诞辰160周年纪念大会现在开始。 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。
大会讲话啊，各位领导，各位嘉宾，各位太极拳的爱好者，英雄本色，武林风气，自当气吞山河。仗剑八万里，横戈天地间，侠骨傲气，江湖任我行。绝世有神功，thank you。
Thank you.